过火啊，第七章25，要去圣水大厅了，传说中的圣水大厅。我在想，要不还是把那个钟改买了吧？买了钟改，这个咱就这个火力就上去了，好多地方也不需要那啥了。就是钟改，是改这个喷子还是改这个手枪？可能还是改手枪呀。下午好，下午好。Welcome. Got a selection of good things on sale, stranger. Oh, my back is killing me. Years haven't been kind to us, I suppose. 黄色药草，哎，那个村庄的藏宝图，现在这个阶段就不能换了，是吗？他给去掉了这个符号。惩罚者，这个要15，然后这个要9，别的。可能要买，可能不买，不一定。但是一周目打完，应该是不是都能换得上啊？红色药草，下午好，谢谢。So, 换掉。Which weapon will you be given a shine to? Give us a shout when you want to tune it up. 攻速1.5倍没用啊，就是威力1.5倍。1.5倍的话就是3。You have a ticket, do you?3.15的话跟狙已经差不多了，当狙使。这个是威力2倍，这个是弹容量2倍，这好像没用。弹容量2倍其实也有用，可以放好多弩箭直接装在膛里面。碎炉者，这个是威力2倍，这个好养生满。红酒用到底，是的，红酒用到底。我现在这套武器就是直接用到底了，还有一把蝴蝶在这个箱子里，其他都不换了，只用老武器，只用木头武器，木头武器帅。我们把红酒升了吧。爽。1.5倍。You're an artist. Where would it come back anytime? 咱们现在手枪非常厉害了。现在应该是从2楼走吧？是哪个地方上2楼？是这个啊，这个地方上2楼。后面还能换一张券，是吗？为啥？这个票有监禁室有那么多吗？不还得换什么别的东西了？比如红酒的这个枪托我也想换。叫什么叫啊叫？这也是通的。后面41张，没事，你把那个用钱升也可以，用钱把武器全改满了不也可以？手枪子弹是最多的，所以优先改手枪，这样可以省好多子弹，相当于。Salutations, Mr. Kennedy. Are you ready to hand over the girl? 他有监控。I'm taking the liberty of preparing some entertainment for you. Without further ado, the gallant knight.我去，骑士吗？不会吧，要打6骑士了，这么快？哎，我还没有 ready 呢。
那这个金杯是干嘛的？不能拿吗？这个录这个地方录三岔口，我操，这个可以进，扩展宝藏。在哪儿？是个监听室。哎，怎么有个打字机？宿主，双枪，吸虫，乳白体吸虫，彩釉吸虫。啊，他们研究的就是寄生虫控制的宿主，但一般只会没有那么厉害的控制方法。这边，那我回去那个房间的正门应该是不能打开的。这个给它打开，会场外帮忙啊，从这儿开啊，这样打听就通了。来，走这儿。这是哪？圣水大厅吗？Be careful. Holy shit！真的是圣水大厅，不去了。先把边上这个探一下，好吗？哟，还开不了。传说中 TMP 打反锁的是不是这个门啊？No good. On me. 来了，圣水大厅。不祥的吟咏声，看看，圣水大厅怎么变成黑水了？能看到人吗？啊，有一个，这儿有一个，我操，威力高，直接杀了。这弓箭手本来血就少。互补为赢啊！步枪子弹挺多的，现在应该这个地方默认会给你多掉点步枪，因为等会儿要掩护 Ashley。来一个，操！Ash 怎么死了？我去，Ashley，你天哪！你别蹲下呀，大哥，跟着我跑呀！嗨，石油大厅。太晃了。是狙吗？哎呀，不是狙子弹。哎呦，我觉得背后不太对劲。10盒手枪子弹。
还有吗？手枪威力大。恐怖的音效，嘿，哪来的哥们儿？这是女的。要把它摇下来吗？还是先下楼看看？这是哪儿？这怎么下去？难道要开关才能下楼了吗？啊，这边下去？不对呀，这边是不是也下不去？完蛋呀，格子危机了。你们在这儿干嘛？跳下去吗？这还有一个，打身上就行了。操，这个虫子。妈的！卧槽，这个这么硬啊！卧槽，我爆炸了，怎么会那么硬啊？是我这枪没打到。是我打的位置不对吗？我去，我操，长能耐了你。没子弹了，我去，不张嘴是这样的，哎呀，要张嘴的时候才能打是吗？
Holy shit！ 我手枪子弹磨得烂。给我掉点吧，还有炸药桶。怎么听到有流星锤子？还真有。Oh shit！ 好刺激！啊，原来是这样打的呀，好像有点懂了，还是得狙。哎呀，我的手枪，这已经是……这已经是完蛋版的。要不闪了他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就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。Nice， 非常贴心的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存档点。嘿嘿，你已经白金了是吗？那么快吗？你打了几遍？十二遍，真假的？你这么喜欢这个游戏？把他引过来，用炸药桶炸他一下。过来，过来。艾什走开，Holy shit！ 这几个是固定爆冲的吧？这太刺激了，还不如不下下层。需要一个东西，也不掉手枪子弹了。哎，突然之间就很缺资源了。再来点。光晕转轮，别转的时候来点敌人。什么东西我需要？
Holy shit!谁呀？老是我。我操，这儿也不能走。Help me, Leon! 妈的！别走啊你！蛇蛇蛇。You hurt? No, I'm okay. No, 可还行，我快死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打，好像有点懂了。豪华版的手枪不用，我没买那把手枪。哎，这人怎么还有事？我不是已经卡了他一刀吗？哎，背后中了一刀，干，10:15，不是这个地方，我要再读在前面一点的档。重读这个档吧，我觉得这把打得不太好。对，这个档，重打。Welcome, Wilden. What can I do you for? So, which weapon will you be given a shine to? Give us a shout when you want to tune it up. This the one, stranger? Don't get yourself killed now. 再来一次。豪华版我没买呀，大哥，我没买那把手枪，我只买了豪华版的散弹，没买豪华版的手枪，我觉得不是很值。对，这把就是相当于是，豪华版的手枪阉割版。呵呵，那个初始手枪，对啊，还是一周目，他看过了。把这个门开一下。那把载弹量最大，是的，那把载弹量超大。然后和初始手枪比的话，各方面都有优势，所以说初始手枪就不如这个豪华版送的这个。哦，好像还有豪华版宝藏没打。那个监禁室，
要不存一下，打完圣水大厅第一波再存，下楼之前存一下。最值的藏宝图，是的，是的，那个是确实很值。等到全部打完子弹了，然后再回来搜刮一圈吧。不要急，第一颗雷感觉炸得不是很好。没开新坑吗？你再想想。马布西亚利，我觉得还能再调剂一下。用了几发散弹，这一把。耶、yeah, ，散弹子弹哦。手枪子弹25发。没了吧？OK， 下到下层之前存个档，下层比较难搞，全都是爆虫的敌人，咱们给他挨个爆头了。这是喷石油吗？石油大厅，黑水大厅。哎，存个档，不要慌，咱们存这儿，25。好，这回直接去。
地下，下层。哎，是，你怎么回事？太不稳了，这个。他躲到黑水后面去了，这有点麻烦。哎，完蛋了！来了，来了。爽到！这是几个呀？别一抖一抖的你！这几个好像是必定爆冲。或者说高几率爆冲，然后上去是个难点。美国特工来了，这是什么地狱笑话？听说你们这个西班牙的大厅里面喷泉都是喷石油，所以美国特工来了。这不对呀，这要是喷石油的话，我刚才邦邦两枪整个大厅都炸了，易燃易爆，懂不懂？不对，这不合理，易燃易爆的地方不可以用手枪，不可以用这个开火，随便开火啊。这个地方上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上去全是弓箭手，妈的，刚才就是吃了这个亏。好，你他妈阴我，你操，被他阴了。Next， 我现在这把可以当狙使。哎，操！你怎么下来？来，你能啊，你很能啊，你。他个胳膊刚才一枪被我打断了。手枪子弹倒是非常少了，现在，毕竟手枪威力高，成为优先使用的第一序列武器。能看见楼上吗？这，最好把那阴我的人全干了，我再摇这个把。阴我。来来来，行，你牛逼，哎呀，
让你 move，你他妈是干啥呢你？让你 move 呀！还为握拳喊 yes 吗？会的。我操！从这儿开始吗？那我还不如加在前一个游戏存档，这个等于没打嘛。居然从这儿开始，我爆炸了！艾什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还是一如既往的艾什，传统技艺，确实是传统技艺。重打，问题不大，这个地方。然后快点把那俩干掉就行了，不要苗头了，苗头。You're serious. 这还有一个。好，把几个虫都引出来啊。还是要祭奠一颗闪光弹吗？好，可以让我放弃这个用狙打的想法了。去死吧你！你别爆虫了你。处理好了，不是已经和手柄合体了？是，对啊，第一集已经更新了，后面的后面再说。我操，破片手雷，厉害了，这。行啊，挺好。这几个人你不跳下去，他是上不来的。所以说，早点把他们虫都打出来，然后一发闪光干掉就好了。尤其这个圣水大厅，至少要有一发闪光。不会有生之年的，那可是手柄做视频，不是我录视频。我录视频的话就会有生之年，但手柄录的话应该不会。来，左边那个人该出来了。去那边直接迎战他。
哎，刚才下楼的时候那两发散弹拿了没有？对，没拿，我还想起来这回事儿。不要忘记。去你妈！Holy shit！ 等一下 ，Holy shit！ 等一下，起来，你给我。还有打得弹尽粮绝了，特制手枪。我这上去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再刷一波？这有点……我想一想，再去存一下档，圣水大厅存两次档。Leon, help! 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我现在有轮盘了，再开上面那个楼梯，估计又刷一大波人。我觉得原版就是会刷那个大镰刀，然后一把点大镰刀飞过来。哎，别慌，咱们步步为营。是。这次 Ashley 没有血量，还挺好的。算是一种进步，没有掉绿草，肯定是因为我包里有个蛇。这次没有刷人，这是为什么？这里的人怎么也不掉东西？轮到我狙他们的时候，人不出来了。咱到对面看一眼，圣水大厅是个难点，人特别多，而且四面八方，完了他这个交通也很复杂。四处都是通的，没有这个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我记得原版的话是窝在一楼那个小房间里打的，那小房间里头只能从正面那个门进来，所以说就好打一点。
好嘞。然后嘞，送 Ash 也上去呗。是在这个地方还有个轮盘。我一旦要掩护，一边掩护他，一边还要自己小心。小房间里还会掉教徒下来啊，对对，中间有个隔板，他会掉人下来，但是基本上在同一个方向。威力高，好。Be careful. 我就知道底下来人。谢谢你，大哥，你还给我面子。Holy shit， 还挺准。我操！那么多人，血倒不是很多。哎呦操，这打的真是太烂了，狙空了好多好多枪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咦，怎么还有个这个？这有点。啊，行，暂时先这样。威力还是大，好，快快快快快！哎，这个不用打了，这人还要打吗？是不用打了，走喽！弹尽粮绝的大哥，就一发手枪子弹，一发。我操，手枪子弹给不上，这是固定的，我估计是。为什么给了手枪子弹和狙，没给别的？知道这两个东西掉的都是前面用的比较多呗。对呀，打死以后有东西。上面死那么多人，他们都没拿到他们的东西，亏炸了。
这边还有什么东西落掉、落下了吗？哦，这还有火药粉。哎，杀手，哎，这，杀手的事儿。啊、哦，有一个大零件和一个火药，这个地方就是。有时候你路过了没捡到，自己没看见，但是地图会给你标出来，还挺好的。圣水大厅还真是二楼、三楼，这个算三楼自己上不去，难受。好，圣水大厅顺利过了。哎呀，乌鸦怎么回事啊？乌鸦跑了。掉点子弹，大哥。完蛋，怎么办？合个什么东西吧？这真的要合了，这真的要合了。大零件比较多，合一个狙，合个啥？合个闪光。合成啥呢？步枪、弩箭、闪光弹，合闪光还是合步枪？哎，合子弹吧，高强度战斗，可以和马格南欧，呵呵，可以和马格南欧。五个，要不还是个步枪吧。闪光线还挺多。哎呀，尴尬，多一发着。好。极限仓鼠，他不是让我去那个中庭汇合来着？没有漏什么东西吧？哎呦操，看不见。圣水大厅过了呀，非常难受。哟，这还要爬一下去。Okay, it's all right. Got it. 合成手枪、散弹枪，对，是可以。但是你不合的话也会给你掉啊，你只要没散弹枪子弹，它就给你狂掉。步枪也是，所以我一直都不合。我感觉至少在这个难度下面，你这个身上零件火药粉搞一堆，它不会影响这个掉率，该掉还是要掉的。但是怎么了？壳了？这怎么 good 反了你？我他妈咳嗽了，你说呢？我 good 不 good？你自己不也 good 吗？啊，你自己不也咳了吗？Looks like the right place. 哦，狗花园不是吧？You okay? I think so. Instead of worrying about her, worry about your own skin. Foolish little lamb. 不是，你刀还给我！妈的，你刀还给我！本章完了，好家伙，咱要不下午的
处在阴霾中，闪光牌去溶剂啊，77，一个半小时打了，我杀那么多人。受伤9次，基本上不怎么受伤，这个还存不存？存一下吧。镇水大厅可以覆盖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李昂这个非常尴尬的，把这刀勾回来，这个不让大家看。Roos, come in. Things went to shit. We took refuge inside a castle, but I've just been separated from Baby Eagle. Save you. Roos, you're breaking up. Do you read me?你们别开视频啊，直接打语音电话，这样信号会好一点。Damn it! So much for that. 别打语音电话。啊不，别视频了，语音电话这流量低呀。寻找 Ashley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有这样一个房间，不应该给点宝藏吗？啊，居然没有吗？纳尼？要打这个狗花园了吗？我操，我挺不想打狗花园，特别烦。商人闪明灯呢、啊？这是啥 ？Ashley， 这是啥？中间目的地？哎，这么远还有一个东西啊？Welcome. I got something new for you. 是吗？啥东西？哦，这个东西18000。All my wares are in tip-top shape. 完全抵御射击爆炸，同时也会降低，可以修复。啊，这不肯定买，但会不会打折？别那下次，我这次买了，下次打折，那就过分了。Weapons are in good hands, mate. I'll see you right. 直接入，我知道特别好。我怕他打折阴我。I'll buy almost anything. Will that be all then? 交换有新东西了，马提尔达。哇哦，马提尔达也是。There's some things money can't buy. 这个红酒的枪托啥时候有啊？还啊，第二呢，一周目是不可能用的了。Don't worry, I offer repair services as well. 无需修理。Got a come back anytime. 这好像啥也买不了，多一发橘子弹。这啥意思？This is messed up. 观赏。这是原版哪个场景？我都不太记得。看来还没到狗花园呀。
难道是走地下？我操，这这儿吗？不对，摩德路嘞。哦，翻过去。我操，那么恐怖。飞鸿之焰，觐见飞鸿之焰，是什么某种谜题？等我看，我把这个羊头给焗了。Sorry to interrupt. Holy shit!这要浪一点吗？我操！不行不行，Holy shit， 这是谁设计的关卡？过分了呀。这要几个闪光弹呀？这 ，shit！ 哦，我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了。是不是要快点把这个人干死？直接红衣没狙死？哦，这样的。然后呢？这是啥？哎呦我操，大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手机在震动，我听到了，估计是骚扰电话，不想接。我操，这个是什么地方到底？这太刺激了，这。我决定独挡。哇哦，真的损失惨重哎。好，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，一会儿我们再重打一下，不是一会儿。掉的东西倒是挺多，就是子弹这一波耗费的实在太厉害，不行，肯定是不能让他这个啥吟唱出来的。酒窖 Ashley 28，对，为什么之前连这个狙的时候没把他狙死？我们研究一下他为啥没狙死。场上只剩他了，他会让自己也报仇。教主怎么狙啊？他是戴着头盔吗？还是暗杀进去？这不是没了。妈，直接找他去。Fuck you！ 让你那 glory。去死吧你！红衣主教去哪儿了？这不好多了，哎，好毛好，到底哪儿在刷人？那个地方会，那个地方右边会刷人的，这个地方右边会刷人的。
短暂的一个无敌时间。去死吧你们。好刺激这个地方。而且地方很小。老是打到两腿中间。其实人也不是特别多，主要还是这个红衣教主嘛。红衣教主得上去先搞他一下，然后炸他一下。挑驴草了，仁慈。我操！这个什么姿势？把红衣主要处理掉也好大很多，不过这把打的还是不是很满意，后面再说吧。这个耶，哦，是这样的，哦，就是说下面有人的话，还可以把他砸死是吗？就掉下来一个，好像是吊灯吧，什么东西？被敌人察觉，那我刚才其实进来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察觉我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是的，他还没有察觉我，也就是说进来的时候可以先往右边走。算了，不打了，就这样吧。先油桶可以炸，对，可以炸那个主教，他刚才站油桶旁边，我没注意，太着急想喷死他了。